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彭总张超峰领事上台致欢迎词，有请。尊敬的各位议员、各位侨胞、各位福建乡亲，大家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今天特别高兴能够出席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2024年新年晚会。我谨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对活动的顺利举行致以热烈祝贺。I'm delighted to join you tonight and extend the warm congratulations on behalf of the Chinese Consulate General in Toronto. 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多次到过福建，所以今天能和福建的乡亲欢聚一堂，我感到非常亲切。在座的各位大多来自福建，都是有福之人，我也来沾沾福气。俗话说啊，福人居福地，福地福人居，不到福建是不知道福建风景之美，不到福建不知道闽粤文化之深。无论是武夷山水、客家土楼，还是厦门的鼓浪屿，都让人大饱眼福。到了福建，如果听听福建的评话、闽剧、歌仔戏等传统的曲艺，也能让人尽饱耳福。福建还有很多有名的美食，佛跳墙、荔枝肉，还有沙县小吃，这些都让人大饱口福。所以我说大家都是有福之人。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咱们闽南的这种茶文化，几乎啊家家都有茶具，人人都懂茶，爱喝茶。我到福建才知道，大家说的肉桂呀，不是一种调料，毛蟹也不是一种螃蟹，白雪梨也不是一种水果，它们都是茶叶的名字。乌龙茶、红茶、白茶，中国的六大类名茶几乎都源自福建。就连茶叶这个英文单词 tea 也是来源于闽南话。我虽然不是福建人啊，我也为咱们福建乡亲们，为闽南文化感到骄傲。I have been to Fujian for several times, and Fujian impressed me so much. The beautiful views there are feast to one's eyes. The Fujian opera and the songs are feast to your ears. The cuisines and snacks are a real feast to your stomach.Almost all the famous teas are original from Fujian province, including oolong tea, white tea, black tea. Even the English word tea comes from Fujian dialect as well. I'm so proud of Fujian. 闽南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离不开海外侨胞的支持。我们海外有1600多万闽籍侨胞，你们既是承载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亦是连接中华文化与加拿大等驻在国多元文化的这种重要的纽带。希望各位福建乡亲再接再厉，为中加友好交流合作做出更大贡献。最后，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我想给各位再送上祝福，祝福祖籍国繁荣昌盛，祝福加拿大福建社团联合总会蒸蒸日上，祝福在座各位侨胞阖家欢乐，万事顺遂。最后还要祝各位女士女神节快乐。I would like to extend my greetings, wishing you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your career greater success and your family happiness, and a happy Women's Day.To every lady tonight, thank you. 感谢大家。